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旺哥。这个国庆节连着下了四天雨了，但是下雨也不影响客户的提车。看一下这个车，提我们的380，这是一个长城的风骏，然后提我们的380，银色的配我们这银色的小车，是不是挺搭配啊？江苏客户。马上就要出发了，装好了都。风骏七，380房车，满院子的房车，连续下了好多天的雨，这个国庆节也不知道去哪儿了，哪也去不了了。我本来打算往四川的，出去溜达溜达，现在看这雨还是不停啊。但是这个江苏客户按耐不住了，本来想留多待几天，已经待了好几天了，就是雨不停，他要回江苏了。临牌已准备完毕，拖回江苏，回自己老家去上牌。看着后面啊，太灵了吧，灵倒上调吧，倒上试着调，看看路上试着调，走了，冒着雨。